物流转，调教生命的罗盘，尽在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刚才讲的是葛亮本，就是假定有这么一回事，能成就广大功的，来做个可以比较的那个数目字，所以叫做葛亮本。接下去啊，就是规则下第三问，把这个葛亮本说出来之后，佛问弥勒，这个大士主功德有多大？所以经文说，与鲁意云何？是大士主所得功德，宁为多否？这是问佛的问话，问弥勒。弥勒菩萨，你刚才听过我上面这个提出一个假定的比较的方式。前面那个400万亿佛数世界的六道众生，那么假如有这么一个大士主，都给他世间五欲一切物乐欲乐，那么所有他要的都给他，最宝贵的七宝，所有的种种受用都是超第一的，那么让他享受80年之后啊，最后还给他说法。让他证国，最起码证出国，那么最殊胜的得阿罗汉国，那么断见思烦恼，超出三界，了生死。你看看这个人，这个大士主功德有多大呀？所以问弥勒说：“与鲁意云何？”在你的意思，你听过上面的比较的较量的总本之后，你的意思怎么样啊？你调料那行啊，是大士主啊所得功德，这个大士主，这是真正的大士主，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啊。这可以说，这种的大士主啊，凡夫绝对做不到，凡夫绝对做不到。已经证到出世间圣国的大菩萨，可能做到。他有这个能力，他有神通，他能住世多久自由，他可能做到，他也有这个力量教化，我们凡夫不可能做到，只能想象哦，这些人，这种人，他修的福报那真是大得不得了。所以佛问弥勒说：“这个大士主的功德，您为多佛，多不多啊？你觉得他的功德多不多啊？我告诉你不，您为多佛，就是我们台语可以说，有够多不？有够多吗？按那些算多吗？够不够多啊？是不是很多啊？这是佛的请问，佛的问啊。然后下面呢，弥勒答复，弥勒白佛言，弥勒菩萨经过释迦牟尼佛的问法之后，他不能不答了啊，就答复说：世尊，世人功德甚多。无量无边，先答复说：“这个人，这个大士主，这个人功德多得不得了啊，无数量无边际的功德，那还算得出来吗？若是士主，但是众生一切乐具，功德无量，何况令得阿罗汉果？再加以解释，别说是让他证到出世间圣果了。”这个大士主只要给他世间的一切娱乐之具，让他享受，这个功德就够多了，不就无量了。
何况能够以佛法来教化他，还使他证到阿罗汉国，断烦恼了生死啊、的这个无漏功德，那还能够算得出他的功德多少吗？啊、那不是用功德神多无量无边这几个字可以表现的。这是弥勒的答复。下面第五段，正葛量，正比较了，正把它比较出来，他的功德有多少？佛告弥勒，佛对弥勒菩萨说：“我今分明于你于汝啊，我现在呀、很清楚地告诉你啊，世人以一切乐具，是以四百万亿欧僧祇世界六趣众生，又令得阿罗汉国，所得功德，不如是第五十人闻法华经一句随喜功德百分千分百千万亿分不及其一，乃至算数比喻所不能知。”显示说第五十位听到法华经，辗转到第五十位听到法华经生随喜心的人的功德，比前面这个大士族的功德大的千万亿倍，不得了，没有办法计算。所以佛分明告诉弥勒说，这个人纵然用一切乐具来示意四百万亿无数世界的六趣众生，又能使令他证阿罗汉国，脱离这个世间烦恼的苦恼，而证到出世间功德，所得的功德已经那么大了，如你前文所说，但是不如是第五十人闻法华经一句的功德呀。不及，不如是，就是不如像上面第五十位听到法华经生随喜心的人的功德。别说听到全部，只听法华经的一首句诵，只听到一首句诵升起欢喜心的功德，比前面这个大士族的功德呀，要胜过他一百份、一千份、百千万亿份也不及其一。就是前面的大士族的功德有百千万亿那么多，也不及这个随喜功德的一份，乃至算数比喻所不能知，没有办法用算法算出来，没有办法用比方比出来啊、没有办法知道这个人的随喜功德有多大了啊、这些道理我们听了只能两信，升起这个尊扬而信深信的信心就好，不要用凡夫的质量啊去想啊，不要钻牛角尖啊，老是用凡夫的质量去想啊，当然是没有办法了解的，而且会越想越疑啊，越想越怀疑，哪有这回事啊，干不这的代志哦，这个问题就越来越多，你不要想它。这是佛的亲佛的佛眼所见的实际道理，不是我们凡夫所能想象的啊，我们只能两信啊，这个话是佛说的，我们只相信于佛呀，我们不要怀疑，也不要去分辨，就认为佛这样说，我们就要认为有这回事吧，就行了。你不要再去思量，再去思量啊，就会怀疑，怀疑就得不到受用了，很可惜啊。阿逸多，如是第五十人辗转闻法华经，随喜功德，上无量无边阿僧祇，佛对弥勒菩萨说，你想想，像前面这个第五十个人听到是辗转听来的法华经，听到这个一点点法华经，他就升起随喜心，这个功德尚且就是无数量无边际啊，阿僧祇就是无数，那么这个第五十人听到法华经辗转闻来的法华经尚且就是无量无边功德，何况最初于会中闻而随喜者，这就是引现出第一个随喜人的功德，以第五十人的随喜功德来比这个第一次听到的第一个随喜人的功德，其福福盛无量无边无生期不可得比。那么那个第一个听到法华经传出来的人，那他的福的殊胜的无数量无边际啊，阿僧祇就是无数，不可得比了，没有办法比。第五十人的功德那么大，那第一人的功德你想有多大？
这个一直辗转传过去啊，不会传错的，不会传错。法华经好啊，功德如何如何啊，第一个人传第二个，第二个听到，哎，法华经好啊，如何如何啊，那赞叹他的殊胜功德，再转给第三，第三转第四，第四转第五，一直到第四十九转第五十，不会传错。如果是方叔的药单子就不能这样转了啊，方叔的药单子就不能这样抄。有人说这个药单子啊，方叔的这个方啊，这个药方，超过三遍要吃死人，超过三遍要吃死人，超过第三遍就不行了。为什么？他一个字写错就不得了。假如他把甘草写成甘遂，不死也得死了啊。所以啊，这个药单不能这样传了啊，这是随喜功德可以这样传。一直随喜下去没有问题。药单子可不能这样抄。有好多人很喜欢听到我这个药啊，我肚子痛一吃就好。那你肚子痛你吃吃看，说不定他一吃就无福哀哉啊。因为个人的体质病状各种都不同啊，不能只死方一辨证所以啊，这个随喜功德无形无相，那而且这个传说这是好话啊，这个一直流传下去不会发生错误，不会像药单子这样传错误啊！所以第一个人一直传到第五十个人，一点也不会错，好像水一样，如瓶泻水，一瓶泻过一瓶，一瓶传过一瓶，一直传过去，不会有问题啊。那么因此，这个第五十个人的功德那么大，那第一位随喜功德的人，那个功德还得了吗？还有办法计算吗？这就显示这个随喜功德之大呀。随喜功德那么大，翻过来也可以知道极度的罪过有多大了啊。凡是无论什么事，你在正面看也看反面的啊，正面随喜功德那么大，反面极度的罪过就有多大了，那就不得了了啊。所以凡是闻到好事生欢喜心，生随喜心就有功德啊。上面是第一段，但内心随喜人功德。下面第二段，直明外听法人功德。就外面普通一般在听法的人的功德啊，这里有四段。第一自瓦，第二分作，第三劝他，第四聚听修行，有这四段。第一，自王，听到有人讲法华经，自己去听，自王，王就去。又阿逸多，若人未是经故，往诣生方，若坐若立，须以听说。还有关于这个随喜功德的道理，另外还有要说。所以说又佛对弥勒菩萨说，阿逸多，世间上如果有人，这个人也包含善男子善女人，为了要听这个法华经的缘故，世经法华经，为了要想要听法华经的缘故，去到僧房，出家人住的地方，寺庙啊，逸就是道啊，去到这个出家人住的地方啊，若坐或者是坐在哪里听经，或者是立站在哪里听经，须臾听说，须臾一念之间，最短的时间啊，短短的时间在哪里听经，听得不多，少少听了一下子啊，原是功德转身所生的豪上庙的象马车身，珍宝炼于极胜天宫，这自己去听经的好处啊。我听到有人讲法华经，那你去听啊，别说是一坐听完啊，就是听了一下子，由这个因缘去听经的功德，那么这一点点的时间，就听了一念的时间啊，很短的时间听了法华经，那么他这个听过法华经的人呢，他转身这一生死掉之后，再转身的身体啊，他生到哪里啊？所生，他转身，无论在天上人间，得到最上最妙最好的这个交通工具，
啊，要百相，有六牙百相，哦，好马、骏马，最好的车子，啊，这都可以做你的交通工具，甚。很珍贵重宝所成的，炼于是皇帝皇宫里用的车子，哦，极胜天宫，或者是身在天上啊，把天宫当作交通工具，到哪里就带到哪里，把这个宫殿可以当作飞机一样坐啊，到什么地方都可以随意去，啊，这就显出自己去听法华经的功德有多大哦，不得了啊！你们大家的功德还得了啊？你看看你的相马车胜不晓得有多少，你们的天宫不晓得有多少，而且你们听了不晓得有多少了，不只是一念，而每一次都是听了一座满座都听完了，从一开始如是我闻，是实际上是妙法莲华，一开始一直听到今天第六卷啊，这功德不得了，不得了，好多好多啊，回去晚上睡觉慢慢算啊，啊，这个功德是自己去听的功德好大。嗯，你不要以为，哎，哪有这回事啊？是有的，因为你不知道而已。你看那个树木的种子不是很小吗？长大起来不是很大吗？它树底下可以遮盖500个车子啊。那么它的种子啊，比那个苋菜籽还要小，啊。那么你这个一念听经的功德，就好像苋菜籽那么小的一点点。可是它培养起来、长大起来，下面它可以容纳500个。大车子，哎，可以给他印粮，显示这个功德之大，这是事实啊，嗯。这是自王，下面是第二分座。你正在听经的时候，有人来了没有座位啊？你分一半给他坐，嗯。若复有人以讲法处坐，如果有另外有个人，无论是男子、女人，善男子、善女人都包含在里面。他正在说法华经的地方在哪里坐，坐在哪里听经，更有人来劝令撮听坐听，他正在听经的时候，另外突然之间又有一个人来了，但是来了座位都满满了，没有地方坐，没有地方坐，那么他自己坐的位置啊，或者是让给他坐，或者是分一半给他坐，劝这个刚来的人，劝他，哎，来来来，听经，听经很好啊，功德无量啊，来，你坐下来听经吧。哎，没有座位嘛，没有座位没关系，来，我让给你啊。若分坐邻座，或者是把自己的座位很宽嘛，分一半给他坐啊。分坐邻座，使这个才来的人呢，啊，让他也有个座位，坐在哪里听经。世人功德转身的第四座处。若梵王坐处，若转轮圣王所坐之处，是人分坐给人坐的人呐，啊，分坐给人坐的人啊，看到有人来听见没有座位，那你坐的你分一半给他坐，或者是让给他坐，哎，那你这个让座不得了啊，将来你的功德多大，转身这一生死掉了，转身他的后身做天王，做这个陶立天的第四天王，是坐这个第四天王所坐之处而坐。假如你不是第四天王，你怎么能坐啊？当然就是去坐第四天王了。那么这个分坐的功德啊，就是有第四天王的功德。不止，还有更殊胜的。若梵王坐处，大梵天王、初禅啊、色界初禅天、大梵天王的座位，他都能够做到，那就是坐大梵天王了。那么这个分坐的功德就是大梵天王的功德，可以得到坐大梵天王，或者是在人间做转轮圣王，金银铜铁四转轮王，金轮王掌四天下，银轮王掌三天下，铜轮王二天下，铁轮王一天下，像欧玉王就等于铁轮王。那么他后身就是没有升到天上做帝师做大梵天，他在人间呢，也是做一个大国王，转轮圣王就是一个大国的国王，就是世界的盟主了，不过不要跑到美国去啊，跑到美国去做这个郭龙洞总统啊，那他不是佛教，那就变成天主教，那糟了啊，或者是基督教，这个盟主是指的这个转轮圣王，假定啊，他地位那么高啊，享受那么大，不一定要到美国去做这个美国的这个
总统了。实际上这个世界的盟主啊，它经常会发生变化的啊。那么这是一种比方啊，假如这个人分作另做的这个人，他的福报如果没有升到天上做天王，那就在人间做人王啊，那地位都很高，他做的地位都是很殊胜，就是这一分做功的就这么大啊。哎，那你们大家如果想要这个座位的话，你看到有人来听经，赶快让位给他坐。这一让就是天王宝座，这一让就是轮王宝座，不得了的啊，很殊胜。你做不做另外一回事，你有这么大的功德，有这么大的功德。现在民主国家人人可以当总统嘛，那有什么稀奇啊？不比从前帝制时代。帝制时代、封建时代，那你想要做皇帝，那你就升到王宫、皇宫里面做太子，才能够做皇帝啊，否则就没有机会。现在民主国家，人人都可以当总统了，只要你有这个资格，老百姓要选进你，那你就有机会啊。那么因此之故啊，这个宝座就是指这个福德，指这个福报有多大，并不是说每一个让座都要当藩王、当帝释，都要当转轮王。那么世间有几个转轮王啊？啊，所以只是说你的福报跟他一样大，你这一让座，一让座的功德，一让座的福报，就跟转轮王一样大的福报，跟帝释天王一样大的福报，跟大梵天王一样大的福报，还得了吗？也许你不大相信哦。法华经这样说，这个不见得有多稀奇呀、其他的经里面还不是还有更稀奇的福报？有说，其他经论里面说，礼佛一拜，我们五体投地拜到地下拜佛一拜啊，就是你这个头贴到这个地面，你贴到地面的这个图啊，往下算，一直算到这个最下面到没有土为止，一粒微尘就是一个转轮王位耶。你想想，拜佛功德多大呀？拜佛功德，五体投地拜下去，你这个头贴到这个地面上，你贴到的那一点土往下算，你把它挖起来算，看有多少微尘，一粒微尘一个转轮王位，哎，比这个还不是更大？一样大，一样大，这显示这个你至诚恭敬礼佛，功德不可思议。所以礼佛一拜，罪灭河山。原因在哪里呀？佛的功德无量无边，那你能够恳切拜佛，功德就无量无边。这一拜拜下去，这个额头贴到地面上，当然五体投地啊。我们现在五体投凳很糟糕了。因为这个凳子没有办法透到这个地面上，可能这个功德就少一点了哦。因为凳子这么薄啊，微尘就少了。你贴到地面上，这个地面上一直往下算，算到这个地面下面所有的微尘完全算完，你看有多少微尘呐、那转轮王位有多少啊？这拜佛福的不得了哎，拜佛的福报就是那么大。那么让座一下接人座得到的福报，转轮王位，一个转轮王位或者是一个大梵天王的福德，或者是一个帝释天王的功德，不算大，很平常，比起这个礼佛一拜的功德来还不是一样，差不多了啊。不过拜佛的功德更是算不尽的，所以显示佛法里面所说的功德都是无量无边，如虚空无量无边，东西南北四维上下无量无边，那你的福德也是一样无量无边，不可思议。不过你必定要深深相信啊，不相信就没功德，你不相信就没功德，一切唯心造嘛。如果你怀疑干么这个代志，干么样，有样么，我不相信哦，完了，功德就没。为什么？你怀疑了嘛？怀疑这一疑，那个疑就是火把你的功德烧光了啊，所以不能怀疑，你深深相信，拜一拜真的有这么大的功德啊，那么让一下座真的有那么大功德，你深深相信佛语不虚，佛说的话绝对真实。金刚经里面不是说吗？如来是真疑者、实疑者、如疑者，不狂疑者、不欲疑者啊，绝对不会欺骗人的。佛他骗人做什么？
啊，他也没有得我们的什么啊，那何必骗人呢？必定是事实。那么你深深相信佛说的话，世间好与佛说尽啊，那么你相信就有功德，不相信就没有了，不相信阿弥陀佛啊。所以必定要你有深信，有深信的信心，让座有那么大的功德，拜佛有那么大的功德，这就是让座分座，把座位分给一部分给人坐，就有这么大的功德。第三，劝他，劝别人去听经，啊，人家不想听，那你劝他听，功德就很大。阿逸多，若复有人于人言有经，明法华，可供往听。如果有人他听到有人讲《法华经》，那么他对另外其他的人于疑人言啊，对其他的人这样说啊，言就是劝人的话，哎，某某地方在讲《法华经》哎，啊，他那边讲经的名字就叫做《妙法莲华》，可供往听，我们一道去听经好吗？啊，大家都发心来听经，功德很大，那么我们一道去听经吧。接受其教，乃至须臾间闻，啊，这个人就是那个疑人呐，啊，接受这个劝他的人的教导，他就接受了，就一道去听经了。别说有始有终的听完，只听了短短的时间，乃至略掉他听了多少时间，啊，最少须臾一天有30个须臾。就是比一个小时少一点呢、啊，嗯，假定说他听了一半就走掉了，嗯，须臾间闻道，嗯，世人功德，这个人的功德有多大？转身对于陀罗尼菩萨共生一处，哦，他转身呢、啊、就升到有陀罗尼的菩萨共生一处。陀罗尼翻成中国话总持，总一切法持无量意。本来陀罗尼菩萨都是指的第九地呀、啊，啊、现在这里是总指这个原教的修这个大法的菩萨，就懂得《法华经》的菩萨都可以包含在里面。经常生生世世供这个修大法的菩萨共生一个地方，由这个菩萨做善知识来帮助你立根智慧啊。这个人生生世世啊，很立根，很有智慧啊。那么既然立根智慧，他就百千万世都没有下面种种的毛病啊。那么只是劝人去听经啊，这个听经的人接受人家的劝而听了，听短短的时间，只这一下子听经的一点点时间，所得的功德有多大啊？生生世世跟大菩萨在一起啊，而且生生世世立根智慧啊。那么从此之后，经过百千万世不晓得多少世啊，生生世世都没有下面那些毛病哦。这个毛病很多，一一说出来啊、哦。中不阴阳，这个人听过经之后啊，生生世世不会阴阳，上面那个阴是声音不清楚啊，下面那个牙有声音没有字，哑巴了，哑巴有声音，哦没有字啊、哦，那是。就是说这个人听经之后啊，生生世世不会做哑巴，口气不臭啊、口经常都是有香气啊，不会有臭气。我从前看这个法华经的灵验录里面有这么一个记载，一直没有想到，没有去查。有一个这个做大官的人的官府里呀、啊，有一个女性的佣人，就是里面的等于是做奴婢的这类的女性的下女吧，嗯，很奇怪的，她凡是讲话嘴巴一张开啊，就有香气从她的嘴里冲出来。问她有没有用什么香料啊，她说没有没有，平常是她讲话就有很香很香的味道，人间闻不到的那种味道，很奇怪的。那么这个大官呢、啊，想不出这个原因来，因为他也学佛了。有一天呢、啊，遇到一位这个禅师高僧，他能够知道过去的众生的事情，就是他心通。